很像哎，他们。我家人呢，以前有玉米，买来喂猪的玉米，看见那玉米到处都垮下来了嘛，几袋玉米都垮下来了。然后呢，我就想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然后我突然想起地震了，然后我就飞快地跑出去。如果我早一点跑完，我就被一堵玻璃扎到了。这叫佛手瓜，是农民我们家吃的，经常吃的一种菜。因为现在没菜了嘛，我就经常吃这个。小的还不能烤，因为还要等它长大了。没有。我们家种了玉米、大豆、黄瓜。这个桂花都要开了。接了这个它就会不久了，它就会开花，就先变成花瓣，然后才开放。这是南瓜，这个是南瓜的花，这个花拿来和黄瓜一起煮汤。这是黄瓜，这是老的，这是来留来明年做种子。我们家那个菜不打农药。他有五亩青，两个老子带不到宽，每个月平均就是几百块钱。收这个庄稼活呢，卖花生，我们人家花生也值钱，啊，就是说，一年下来卖那个几千万嘛块钱。烫啊，没什么好的。随便你唱啊你。哎呀，真冷呀！啊，真冷呀！我真的真不是，只能说痛哈。只能说像我们这些家庭，你看现在我老公又不在个，就是你看老大哥还是身体不好，他一年都在生病，这个还是身体不好，往年是一个月的输两回，根本就没得收入，但是积钱用，带账用过日子。现在是就是修在房子带了5万块钱款。我们是炒肉一族的，我们生活简单的很，我们一辈子有好吃的饱就行。我的梦想就是，如果有可能嘛，我去大华企业学校，因为我在四年级的时候就得了全校校委第一名了。我将来想去，反正离家近的嘛，有事就随时回家照顾妈妈。谢谢。